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老师。OK， 先玩完游戏《生活幻想》，那我们继续前往我们的拯救帝君吧。哎，你不要滚啊！再跳过去吗？跳不过去啊！嘿嘿，那可以吗？哦，要很远很远的时候才能跳，就是快要跌下去的时候再跳了。那是不是过来了？这里呢？好，就是现在。好，所以我通过第一个，还要啊。还要躲你啊！你不要闹了。大家务必隐匿好，万不可让土伯发现行迹。这边有东西吗？他动了，他动了。看到尸体了，一堆人的尸体在前面，我要去哪？嘿嘿，人家在那个位置，我拿不到啊。欸，可以哦，我只要通过那个光就好了。没有这样的，没有这样的，没有，没有。好像这边有七个九一的遗物，九一，对吗？九一。啊啊！哦，很烦呢。我是躲到最不好的地方。很烦，这个真的很烦。不会走那么复杂，是因为我觉得有些地方会有一些道具一定要拿，所以我觉得我会走比较久，都是因为这样。不然早一下走完了好不好？还有两个通道。走掉了，凉。好，我们先到这个地方来搜刮一下尸体。两个，我找到两个了。帅！让我用尽绵薄之力，请多指教。
车。好，快转，好，继续前进。遭遇。黄脊剑，有那么多黄脊剑啊？Go go go！ 然后跳回去，我就觉得这个很讨厌，嗯，而且还不能失误，失误重跳呢。然后我要跳哪一个？嗯，哦，我要直接跳这个，就是。很难跳。不行欸。嗯，我刚怎么跳了？好烦哦。真的烦欸。玩个游戏而已，不要这样吗？我要去存档，我累哦。你走开。有点不想打欸，也是不打又不行。好，打了。哇，人影太多了吧。哇塞，你戳我。应该会打很快吧？帅。你们射箭，把我们照上蛮帅的啊！必须说实话，好，最后一集。得罪。多指教。好，走吧。消失了吧？哎，又是你，宿命团。要去哪里找？好，先存着了。
不行，我不能让你死。好，我们先走另外一边。哎，这边还有东西。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，土伯哥？土伯哥，土伯哥。你们怎么你在这里？哎耶，找到你了！这是啥小？为什么前面还有一个？这群体攻击还蛮强的，一下就秒掉了。好，明星动作还蛮慢的，那速度太低了。baby 1600，好，找到三个了。哎，那刚树敏堂不在这吗？那怎么跑到那边去了？所以说他有好几个就对了，然后要一直找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应该这边有看到，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哎，这对完话后就不见了，哎，哦，有三个就对了，了解，好。哎，是要直接冲过去哦？不行啊！先让他照，是不是？中间那个不是可以躲吗？哎，这怎么找？我觉得应该是先让他照一下，再走。好，走。Thank you.
那要怎么走？哦，这边可以挡住啦，这个，哦，要这样走啦。然后这边再挡一波，蹦恰恰，蹦恰恰，蹦恰恰，哎，不行啊！好难哦 ！Go， 这个可以挡一点点吧？哦，可以。早说嘛！哦，浪费时间。好，第四个了。好，快转。好，再来。直线吧，直线的话我不跳过，因为怕我等会有这些对话。好，结束了，走回集。还没？啊，按错。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应该有四，哎，最好三个，是这个我刚拿了吗？好，好，这边好像一个还有东西，我们先走这边，第五个，好，还差两个。总共有十二个嘛？哎，夹子金丹，哦，这边好像有一些，这么有那个商人可以买东西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找一下。宿命团还有几个？还有一个。好，走吧。那这种游戏就是我们的战斗是有 NPC 才有战斗的，所以这不是属于练功，所以我们的金钱其实也不多。
所以都要好好的利用金钱。哎，对啊，我刚刚不是挡住吗？我在这里啊，这里就堵了。Go。哦，简单嘛。小飞箱，前面有很不好的气息。别怕，抓紧我的手，千万别放开。好，最后一个。我们看一下。气息是指这个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先把一些简单的战斗打完。好，我们先跳过吧。这到底是什么啊？我们先往这边好了。还剩一个九魂遗物吧？九翼遗物，我每次都念错。这边还有一只欸。强行闪，这个过去吗？不行。哎，这边有一个，然后这边好像也有一个，有看错吗？他说，放屁的声音，还好有存档点。竟然他放屁，可恶！竟然都拿到装备了，赞赞赞！帅，哦，帅，帅了！嗨，这边有东西，这是什么？林彩玉。好，帮你到水池边，不要放屁啦！啊，九翼遗物剩最后一个，在这里，是谁啦？哦，凤鸣村的吗？有敌人，哦哦哦，怎么又是这些人啊？好，我们快转，好，解决，看一下什么装备好买的。术法一个一解除，回去找铺宝吧。铺宝。铺宝，你在哪里？先跟他聊天。哦，春雷鼓不用，松涛剑好像可以买一把哦，更
可是松涛剑是不是等一下会有？有，对，松涛剑等一下我们可以拿到，是不是不用买了？这个神眷之气，奥音好像也还好哦，玩这个啦，这样就好了。一个，这个一个，好，就这样。我看一下哦，因为我觉得不需要买啦。送到剑后面神秘物品会拿得到，所以我们就不用拿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整个档。好，先跟他对个话。嗯，我是明教。好，快转。好，解决了。前面不知道还有没有，前面应该还有啦。不过我想跟，因为，不过好像卖的东西是半价，所以之后想要买可能没那么便宜了，所以我们还是先买一点，买一点一点掉好了。尤其是这个，然后这个好像只能买五个。好，就这样吧。续骨膏，那续骨膏我们把它转一下。好，我们再。再买几个，补血比较重要。然后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了。好了，那熊频道换到频道左下方的图片按个订阅，右下的订阅按钮以及旁边铃铛记得把它打开，这样我更新影片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收到通知喽。谢谢大家，这集过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